廊坊有一重大规划，用地5000多公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有关要求，现对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部分地块修改进行社会公示，征求广大公众建议。公示时间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如对该规划草案有意见或建议，请于2019年12月7日前将书面材料递交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逾期不报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次编制范围为开发区东区和西区两部分，其中开发区东区四制范围为北至廊坊市北边界、东至廊坊市东边界、南至荷花道、西至和平路，西区四制范围为北至廊坊市北边界、东至新华路、南至万通南路、西至大皮营隐区。用地规模，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5524.19公顷。可以看到蓝色的城市轨道规划串联了廊坊东站以及市区与开发区范围。